我们前面一定要稳住，我们阵容前面挺弱的。完了，被 counter 了，我操！他选的怎么又被看到了？他锤死，我以为他还是玩卢娜。哦，随时还好吧。随时扣我，他很容易把我摆了。怎么说？我直接套这个。我把你这里做个眼，把线推了走吧。来了，他先卷吗？他砍了。都行都行，我 Q 闪了。完了。哎，他砍了。对，我闪现一 Q， 跟他闪现撞上去了。感觉还得是他千珏啊，这位置千珏脆一点，千珏脆，而且他是主输出。OK， 他没事，能扯直接扯，你能吃到直接扯。我他一速比我快，给你一个 R 最好。往下走了，中野，上路小心。OK， 这波我能 R 到你，别急，你别急，准备出来，出来，出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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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。你们能直接走吗？肯定跑不了。已经死了。我们拿先锋吧，那就。准备开机炮了，开机炮吧，开机炮。大消耗也行。应该不用交战，应该不用交战。先别我下手了。我再扛，我也上，我们推上塔，你们下路直接推二塔去，别死。这波出了什么问题？走走走！没有，但是他的厄弗留斯只有半条命啊。超梦麦好像又出问题了。我前卷没啊，超梦你上塔，要不要考虑打团啊？这波期间我把他杀了，然后我把他杀他不值钱了，我们要拿资源啊。你杀他没有意义，主要也没有一血塔了。我还有完了，我要死。哦，能上来吗？对的。一下。哎，瑞兹有大吗？千珏没大，应该有。瑞兹有大是吗？来，他秒他。来十。他没防御力了，真的。这得你们先进啊！我第一手从这边过去。哎，还不错。开我了，闪电人闪电开我了，我死不了。他还是被秒了。我没大出来，我大了他后面把这狗躲了就好了。来了，闪了没闪了？你上不来了吧？好像。中路线很难接过，对吧？接不了，直接过来打吧，直接上来的。打不住了。没事，下把加油。我们大龙被偷了，回家。拜拜。什么？哎，帮你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老想着单杀呢？我没想单杀。你上路草丛蹲凯的那波，我是不是跟你说了，就不要纠结他这个没有钱的人头，让你下来帮忙拿资源。下路裂了，我投资在你身上，你是不是应该回馈一下？是的，我寻思把他杀了，把一塔拆了呀。你杀他再多，他凯南他打团一样的是有作用的呀。就你得把你的优势转换成，对，你得转换为团队的胜势呀。如果说只帮你，因为这比赛又不是说 rank， 你能一个人就打就一条线通关到通道。我没太清楚意思，我可以下来的这波。我可以不蹲他直接过来的。因为你杀他没钱呀、啊，你拿那个伊塔，你一个5-1的落手下来打中小龙团，他们只要敢接，我们猫家的那个位一开，团不就赢了吗？是的，本来下来他被对面中野一直搞，你肯定得回馈一下。我那个时候没看到小龙刷新，没注意。
我提前一分钟说的，对嘛？我一沟通队伍的问题，你们就说我红温，就是我压力队友。然后我不说话，我不指出问题，然后我又是红温。这叫我来，你说指挥。是我说话声音小吗？嗯嗯，我没听，就你说叫我别蹲，我说能拆一塔，我没听到要叫我来的小龙，没主要我没看到那小龙刷了。